现在没有他的装备，你看要不要去捡一下？我不用捡，我装备应该比他好。啊，掉下去了！我那个超高的、欸，很高啊！啊，小心！咻咻咻咻咻咻咻！我疼不疼？好，我先回去买一些新的剑士。他的公开剑很厉害。被我们自己家。哎、欸，那个桌子有陷阱哦！哎、哦！等一下，我被我自己家的陷阱弄到了啦，白痴哦！我啊！哎、欸，跳回来了！啊！好输呀！等一下，他们来了哎、欸！很像来了。等一下，我活下来了，可是我该怎么办？啊！我要知道。小雨，你还好吗？不好。哎、欸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。这是什么？什么烂东西？气死我了！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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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像还有人来了哦。哎、欸，他进。想干嘛？哦，他们想上去玩。我们正上面。那是一挖就掉了。哎、欸，快点啊！巧克力他们在这边哦，正门口。在正中。没有。他对着我们的那个核心塔。我挡住。我们的塔还活着。对对对，还活着。熊宝宝。哇，装备很多这里。你们缺食物吗？要不要吃一下？笑死。嗯。哎呦，我只是想要去捡我的尸体，拿到自杀镐。可是拿到他们的镐好像没用哎、欸。可以挖自己。对，只能挖自己的。我的装备都不见了。巧克力摔下去了，摔进那个洞里。繁星，小心！繁星，他在你后面哦，他要射你。你还不帮我射？死角！啊，我不射了。好难哦，难打。不是、啊，你们有没有办法一起冲？好啊，冲。可以啊。好啊，冲一波，大家一起冲一波，掩护繁星，一起挖。啊，繁星，你在那个？哦，我买一个。你有买到那个稿子了吗？我有拿稿子啊。好。哦，他们在我们上面吧。已经上来了。嗯。哎呦，二零结果。好，收收收收收。嗨，二零的。哇，他们也是。怎么过去比较好？很多人进攻了。对啊。有被打下去了。人下来了，人下来了。哈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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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家冲了。哈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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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家里哈基，我们家里。No！ 你们加油。没问题，我在家里。跟不上。嘿嘿嘿，嘿嘿。哦，有，他死了。哦，还好，死掉直接复活在上面。这个哎。哦，还好。没有，我们先死掉复活在上面，我觉得还 OK。对，不然会挖红石专用。就是他们的是挖红石的，我们是挖青银石。他们是铁镐，我们是金镐。嗯，对。狗、欸，哦，好想冲！等下坚持，没有坚持。你在坚持吗？我这边还有，我这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想回去换。嗯，这要怎么冲比较好呢？哎、欸，小心！我知道小心。我看不出来，你知道小心啊？他就要冲过来，你要不要先到后面去？你们要先用附魔装冲啊！感觉还是要附一下，但有点痛。好，他们现在就是派两个在冲啊，组合心，团队胜利了。没差，我们赢不了啊。那个太难了。对啊。OK， 是少一半分数啊。可怕可怕。赶快切居莫德万。怕。嗯，怎么又开始了？哎，又开始了，发生什么事？怎么了？而且为什么又开始？我在上面欸。对啊，我们在上面。上面是因为你刚切成莫德瓦的吗？
没关系啊。这个地图真的好酷哦，好烂哦，不错玩哎、欸，哇塞，这好好玩哦，直接爽，好烂哦，我点赞作者 ，pick 作者。间谍啦，他们在我们正中间放那个啦。不是，满满。哎，所以20你知道命名之后可以放了吗？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就少一颗那个啊，核心的那个、啊。但是其实本来你们就比我们晚放，就会有弱势啦。对，嗯、他就是这样的设计啊，因为你买的那个没有啦，没有啦，现在在找 bug 啦。就是对对对，不是，我觉得他这设计也可以啦，就是你买了你就不能死掉，你就要好好的放出来。嗯，为什么这是四把剑？这是 bug 吗？他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仓库内64颗绿宝石，那是怎样？那个我们最后测出来是你要绿宝石的那个神殿放出来之后嘛，那你要买、你要花3个绿宝石去买小核心，再放到上面去就有。小核心在哪里？在商人，就是商人那边就对，然后放在基岩上，然后他会自己把绿的那个绿宝石进去。哪一个基岩啊？哪个基岩啊？就是那个绿宝石产生的那个岛的上面有一个基岩，你直接把它往上放，放到屋顶上。这么麻烦？绿宝石、看一下他的岛，去看他的岛。有有有，看他的绿宝石上没基岩啊，只有烽火台啊。你骗我、上面有，反正我们现在创造嘛，我们这个先哦，头顶上，对对对，头顶上，你们把它潜进去，绿宝石，有上面有一个，对，哦这个、哦、有，你要潜到里面，你要潜到里面，嗯，你知道放它的正上，所以这是放小核心吗？上面放在小核心，就是在基岩的那边放，哦、放了之后它点右键就能，它就放上去了吧？嗯哦，好像。很多的岛，哎、欸，很多的这个岛啊，它其实都有那个基岩，都可以放。然后你就是可以放上小核心，才会正确的激活这座岛的效果。哦，让岛强化的概念啊。对，像加分祭坛，你也要放上东西，它才会激活。嗯，对。哎、欸，你看战神祭坛也是啊，我们刚刚放的也有，它也是要激活。對啊、嗯，对不起，我刚应该有人卡住。有人拆房子哦，所以这个毒的这个啊，这个毒的这个岛也是，对不对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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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嗯、上面也有一个。所以有很多岛是有它还有额外的效果，就是要去激活。哦、因为我不确定啊，但我猜它你激活的小核心也是可以被打掉的。有啊，不然那稿子嗯可以。对，就是核心稿可以挖大核心跟小核心嘛，小核心就是这些各岛屿的。嗯。所以你要激活它岛就有效果，但反之对方也可以去把它打掉。嗯，那座岛就没效了。有、他买岛的时候，其实上面有一些，有一些是要激活。来看一下哦。防止别人赚分数。OK。但防止别人赚分数这一块就有点难，因为你还要走过去。对对对。嗯，就是再怎么样，一定都会被看到。对啊。哦，然后还有一点很特别哦。这些激活岛啊，它不是可以放上小核心就有效果吗？嗯，那如果你放上的是自己方的小核心，就是自己方的。换言之，我方可以把你碾压哦，放我们自己的哦。哦，哎、欸，这有创意，这个有创意好猛哦，这个有创意，好猛哦，厉害！我们第一场就是来了解的。嗯，对啊，还有什么还不懂的吗？哇，你又钻进去啦！看一下巨壁浮岛里面长什么样子。巨壁，哦，长这样。直接买一个，买。所以关键还是一开始可能要小心，你那个比较贵的那些岛，如果没了，可能就没了。嗯。伤心。但是10块钱就没事。所以投币加分祭坛也可以投战，就对。可以。可以去占对方的加分技能，你可以把他的挖掉放、好酷哦，酷！天哪，只是这个是真的有点难度啦，是真的有点难度，有点难，是真的有点难。因为他是没有隐形相关的那个，没有，就是没有药水类的东西、对，药水相关的东西应该会改变很大战场。我觉得有了应该会改超多，可是我觉得如果他有一些30秒什么跳跃隐形之类的感觉，就会。那还会有，就是还会再看看啦，因为他一开始先来看这些相关的。嗯，我在想说他盖的有没有什么可以更特别一点的盖？
好像都是平面的。嗯、然后如果再多个中介水晶，战场就整个改变了。天哪！这是没有清干净。来，我们等一下重开。刚这在测试吧？测试，测试，测试啊！砂岩红石沙地狱，沙地狱。哦，我有个小小的建议。嗯、他可以把那村民关掉声音吗？吵死了！哦哦、我没开、欸。哈哈哈！哈哈！你自己麦快关掉就好了。对啊，有方生物关掉。我没开。哦，所以他是可以关掉，他一直讲话。可以啊。可以啊，有一个叫有方生物的，你把它关掉就没有了。哦。哇塞！暗战作者啊，太好玩了。太恐怖了。我要为作者打 call。真的，作者是谁？是说巧克力。玄哥，玄哥。玄哥，人家本名我也 不好意思说玄哥，玄哥，信件没有说他是谁，就是只有本名。小心会被哈基杀、哦。玄哥，巧克力，你有台那边想认识一下？未来靠你了。什么？我台有声音啊？刚刚那个有观众到我聊天，没有，那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啦。那不是很久以前的，那很久了啦，很久以前的，那个超久了。开场的那个就是还在写着把它编掉，就对了。哎呀、啊！这都已经是一个小时以前的事了，真是。一开场的时候我还想要喊，但是没有喊到。搞不好换，搞不好他是转圈转到一个小时，好不容易可以看了，结果。没听你。对啊。然后又被背掉了。我终于能打字了，巧克力刚刚没声音。哈哈哈哈哈哈你的这个彩应该是作者的头吧？请问八点六了没？请问小雨怎么还没死啊？大便衣服，都可以来，都可以。大便，便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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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是观众场的意思吗？想厕所一下，我们再打，再打一下。好，对。观众场的话，很多地方都要围起来，像小雨嘞。来了，围起来不用啊？为什么围起来？有那个随机分一下，踩到会踩到。这样子啊？为什么围起来？啊！有那个没看到八点六，现在可以看有没有？那就好了。不是说围起来。哎呦，八点六了没？有，现在。要不要按太多？不要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太多你们要自己处理哦，我不进去了。太多邀请那个拆除工人了，拆除工人要去。拆除工人要做。为你开门，为你开门。不用太麻烦了。在里面都还有我的头有没有？对啊。好烦躁。清除中介箱什么意思啊？中介箱就是怕那个地图没有重整啊。对。就它其实是可以重复玩了，因为我们刚刚弄到。嗯。那这一场就挑战5000分哦，5000分哦，好哦，好哦，试试看，应该可以啦，就打得更刺激一点了，好，我继续把你们打下去，好，我已经了解了，就会更刺激啦，来，随机，对，咚咚咚咚咚，完了，走走走，要换位。要走下去，不是啊，我都会帮忙拉、啊，直接把你拉下来。哇塞，我才要拉人呢、欸！哎，我拉你了，你要拉谁？耶、yeah, ，我不要动。背，好冷哦。哇，第一次被拉、欸，好开心。好、哦，那我们就挑战看看啦。嗯，要查 ，Go Go Go， 嗯 ，Go Go Go， 快 Go 啊，快点，快快快快快快快慢一点。哎、欸，给你们买哦，我怕，嘿，我放箱子里。对啊，它可以变成用告示牌点的买吗？可以不要扣扣会多扣钱吗？你就只能放箱子，先拿好要的钱呢、欸。绿宝石的，我觉得先。那加分的要不要啊？加分的好，加分的也好啊，很好，加油！我继续先吸钱。好，绿宝石有我两个都换了，就是买完了。阿基他们已经先放了第一个，哦，是牛排。他们先放食物，他们先等你们牛排。一开始出去的是牛排，我觉得也很不错，不错哎。对啊，一开始的先牛排，再来是绿宝石牛排啊，你们先。好，你买什么？我们都还没放哎。对啊，还没。我们等牛排，牛排没有。我小雨来了，小雨来了，我的不是牛排，我没有买。